国语，国语这边就没啊，国语的不要多请，国语完了，哎，我就一句。不，你唱几句国语的嘛？国语的，对啊，比如月亮代表你的心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哎，我爱你有几分？掌声鼓励，哎，好听耶！不得了，哎呀，真的耶！真的啊，全方位的啦。哦，对，我一直以为哈，讲台语的唱。唱国语哈，也变成你问我爱你有多深。马上介绍压轴了，来这一位，这位真是不得了，了不得了。这位身高一百。